其实我所有的民歌都非常喜欢，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特别都是马兆骏的歌曲，像《微风往事》啊，《散场电影》，还有《七月凉山》，然后他的东西特别容易打动。这个世界啊，是没办法重新来过的，但是你听音乐的时候好像可以让你回到时光隧道。大家好，台尬后，我是谢以威。7月14号到30号，南海剧场爱乐剧工厂经典民歌音乐剧《微风往事》，敬请期待，一定要来看哦。